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新家。那因为我的新家呢，现在还没有打算先拍 Room Tour， 因为我觉得我有好多东西都还没有收纳好，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没有收纳好的地方。比如说这里哦，我还有很多空间，有没有？对，是浪费了那个柜子、袜子啦，然后内裤啦，然后还有超多衣服，现在都还没吊起来，因为我的衣架这边已经吊了长袖的帽T，还有毛巾。我那边是晾衣服的地方，然后两个杆子的这种衣架真的比较麻。这个第二个阳台呢比较窄，变成说两杆的这种很容易就是卡住，就是我觉得一杆还是比较好。因为前几天三万不要看的人就来我们这边做拍龙源嘛，我帮他把牛蒙头换下来了。你干嘛把那牛蒙头换下来？你别小看那60块的超强的哦。我们心态是龙的，但我们专业度是有。公司送的水龙头虽然很舒服，但是因为被我摔到一次之后，直接坏掉，淘汰。大家都跟我说我应该怎么收纳，我现在就是最先所要的就是要先有衣柜，把衣服都吊起来，才不会都散落在地板上，才可以决定说我要买扫地机器人还是买吸尘器。耶、yeah, ！欢迎来到搬家的小片段。因为我刚开始呢，我没有量要怎么样弄，我就觉得说我家好像缺衣架，然后我就买漂亮的衣架这样。后来才知道说，其实我衣服量很大，买这种小的衣架根本就放不下。但是已经买了，还是可以先把它展开做一些利用。超小的，完蛋了哦！卡片是教我们怎么组装啊？哦，拿下第一根筷子，应该夹在中间的，非常短。哦，这真能挂几件衣服？我实在是问号。它是好东西，但对我来说真的太少了，因为我的衣服真的偏多。两双筷子，我把它装起来之后再拍好了。好了，它就是六角扳手，然后锁进去，两边都有螺丝的孔，哎、欸，还蛮漂亮的。那应该就放里面了。现在有几坨衣服要待处理哦，袜子系列的就先放着。这里有一坨，这里有一小坨，这里有两大坨。先把椅子的空出来，里面的椅子先有的坐。哦，意外的，全部都可以放下去了。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有点太密了，所以呢，可能还要找一些地方放衣服，或是把比较不常穿的那些样式呢折起来，不然这样衣服很容易发霉在一起。好，完成搬家小事第一件，陆陆续续应该完整，大概可能接近10件，然后呢再拍 room tour 给大家看。耶、yeah, ！搬家系列的第二个小事情就是呢，我买了一些收纳柜，然后是林轩、阿元他们推荐的，所以不知道等一下组起来会是怎样。有好消息再跟大家说，没有好消息的话也会跟大家说。现在呢，我来整理我的柜子，因为前天就是跟阿元跟林轩他们去买柜子嘛，我刚刚不小心自己已经用锤子锤好了，但是我使用的是手锤。耶、yeah, ，留了一块锤给大家看，边边都有一点缝，蛮过瘾的。篮子就做好了，接下来就是要做这个柜子。首先呢，我们用它有说明书，然后长的板子两个，好，板子都有了，锁起来。为什么我的锁法跟别人不一样啊？跟床的一个搭配啊，出一点力了，这时候要出一点力了啊。OK， 相当平哦，相当平。相当疼痛啊！原来这就是手做的威力啊！耶、yeah, ，完成我的柜子了，然后就可以把后面这个柜子啊，还有这个呢，做一个妥善的收纳。在整理这两个柜子的时候，发现呢，灰尘开始在多了。那我想，这就是我们开启戴森吸尘器的最佳时刻，因为我在想，说不定它等一下还要充电，那就有点麻烦了。Dyson V2 这个版本是比较小台的 ，DIY 大师遇到了找电线的问题，不知道他电线藏在哪里，因为我刚刚里面应该看是没东西了。哎呦，已经有的吸了。哦，这什么 LED 灯啊，好帅哦！哦，好过瘾哦，好过瘾哦！不见了啊，还想躲啊？我吸完了。满身大汗，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的灰尘。Oh my god！
这个成就感的部分，好划算的一个投资啊！如果大家呢还在考虑要吸尘器还是扫地机器人，我觉得吸尘器可以试试看哦。好像吸了之后蛮过瘾的。好，现在呢大部分都归过来，然后我把常用的放在第一个格子，跟超常用的放在上面。这边可能就要想办法美化它，这个就是网路线那些有的没的。好，这边呢，我等一下会把它弄成公仔放的地方，然后把它放到外面去找个地方放。要赶快，因为有人约我去吃饭了。是之前去斑比山丘的娃娃，这也算是公仔的一种嘛。那我们就把它放在这边。当初是那个林轩跟启凡推荐我可以这样用的，然后就觉得不错哎，可以妥善利用那个高度啊。好的，这一块完成了。七龙珠比较多了，可能会用到两三层。然后这边就是其他漫画，然后这边呢主要放一些观众的现场给的啊，或是制作品啊，我都把它留下来。然后后面还有一区哦，虽然说在角落，但是呢那区还是我们重要的结婚区，结婚喜帖区就放在那边。好的，然后呢哇，这边出来，这边之后真的就这一块就可以投影了。哇，游戏 ，OK， 出门。现在来了两个高级的家具，本来想要明天再开，但是少开一天，暖气又浪费一天啊。那不如我现在就来开。虽然呢，我算是有大概做一下研究了，但后来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啊，如果刚好有这个闲钱的话、啊，爽就好了啦。因为其他物欲啦、啊，或者什么把妹之术呢，啊，算是零啊。因为我看金针菇家有一台类似的，然后后来又看到洋洋有在介绍这一台，我想说，哎呦。这几个家伙家里好像似乎都有，那我就稍微去查一下。一些小知识还蛮有趣想分享，就是说 Dyson 他是制作的人，他是英国人啊，结果没想到他是在日本发迹的，所以有些人他去日本买的时候会比较便宜，还可以退税什么的。但是如果我从日本买回来就没有保固，虽然说有保固可能不一定派得上用场，但是我也懒得去做那些操作了，呼应我们的时间成本理论，爽就好。开哦，有开箱的感觉，来。它电线呢也没有用很高级的绑法，吹风机来绕绕，有没有绕一绕捆进去？它也是同样的风格哦。滤网，哦，滤网这边很像我们的那个棒子的那只兔子，有没有有点像哦？棒小兔。等等，塑胶套。我本来想象中它是比较小台的，但没想到其实蛮大台的。这材质呢好像是仿金属，塑胶。好，塑胶的声音。为什么他会使用塑胶？因为他是从日本起家的哦，所以 Soga 往下压之后就可以，会有一个克利克的声音，所以意思就是说它是那种掉掉型。好，掉掉，这边已经掉掉了，这里还没有掉掉，掉掉，其他地方一直在掉掉掉，掉。好，垃圾明天再收，我们现在开吹。开吹好像日文一个开吹的意思是什么？好，不重要。Dyson 正式开启，因为 Dyson 我家要更乱了一点。他现在的热气呢，让我非常满意。不得不说这个热气，因为有些人一定会说啊，他两万多块热气正常，而且他的热气其实没有到顶强。但是因为他三合一，所以我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收起来。重点是呢，美观还有一个 Kimochi， 目前呢美观 Kimochi 有是达到了。来，我们来做最后一个。哎呦！磁吸啊，而且这个很薄，它不是磁吸太厚，这是磁吸很薄、啊。OK。刚从台中回来，还刚打完疫苗。那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出发到花莲，所以我觉得呢，应该要早点，趁我人不在的时候，可以让这个事情呢持续作用。目前遇到什么状况呢？来，仔细发现我的这个房间的一些都会有这些。碳酸钙的形成物，也就是说呢，接近窗户的地方呢，都会渗水进来，渗水进来就会跟里面的物质呢产生化学变化，就会有这个碳酸钙形成。目前看起来是不会怎样，但是如果放久不处理的话，其实除了美观的问题以外，还会有发霉的问题。我现在呢就想要尽早处理。那我们处理的方式呢，算是诺基帮我们的，就是会有这个去霉剂，诺基之前整理家里的时候剩下的，然后还会有这个防水漆。我应该就会先弄完，大概拖完，把它处理起来那些碳酸钙之后呢，就喷去霉剂，去霉剂干掉之后呢，再防水漆再多上几层。OK， 动作，基本上可以刷地方，我先把它刷起来。
接下来我们把这些碳酸钙呢都扫起来之后，就开始喷我们的除霉剂。我们该主要的重点就是放在边边，然后还有一些有裂缝的地方。基本上边边角角啊，还有靠近窗户的，我都把它涂上一层。那这个就是防水漆，我觉得它比较像白胶那样的概念，就很像白白涂上去之后，它变成一层膜之后就变透明的。我的策略就是想要薄涂，然后涂多层，慢慢来。好，边边角角比较容易跟雨水接触到的地方，我都涂。那这方面的技能呢，我主要是上网查跟问诺基的，所以大家如果也要跟着做的话，再去问一下专业的人士哦。本来想请人来用的，但想说自己做的话，影片比较有素材，然后没想到现在用起来有一种疗愈的感觉，有点像在画图涂颜色的感觉。OK， 现在涂一涂，有点像蓝眼泪的感觉。反正等一下呢，我就开窗啊，然后开风，然后让它赶快干，在出发去花莲以前多上几层。OK， 好的，现在大致上呢，整排都涂过第二次了。那我等一下再会把它弄得均匀一点，然后就准备出门了。这个应该就是小改造其中一项完成。对了，我觉得 DIY 有个好处就是会印象蛮深刻，像我刚刚呢又去查一下大家都怎么做防水漆的，基本上跟我差不多，但是我有一个步骤呢没有做完整，就是要把那个粉尘扫得更干净一点。我算是弄得蛮干净，但是我觉得刚刚在涂的时候还是有几颗沙，如果更干净一点，涂了可能会更顺一点。 OK， 从 DIY 中学习，学习成功。在哪里有啦？反正就在那。Yeah. 整个喉咙这边都在烧，屁股没事，我对我自己很失望。你的就比较不那么烂，啊，你那么烂，都锅会爆汁。你们又再吃一次哦。他们那一天晚上跟我们一样没吃到。哦，你们没吃到，你们现在感情都还不错，对不对？好，友谊长存。好，成功，成功什么？耶，我们今天刚从花莲回来，最想要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地板到底弄得怎么样？天哪，觉得我们的防水工程做得不错哎，盖的是哦，它是那种滑滑的亮面哎，有没有？这样应该看得出来，这边是亮面，然后这边是雾面。可能这些地方如果我们想涂，感觉可以给它涂一涂也不错。重点是我们还留了一个纪念品，它直接粘在这里，好好笑。离最后的 run tour 可能越来越近了，我们继续加油 ，Go！这是一个非常 real 的节目，竟然拍大家平常比较会害怕的厕所，但没办法，他们说可以像敷面膜一样厚敷一层，然后这里也有一点来，我们就不细做哪一家的番茄酱比较厉害了，因为他们是说番茄酱里面有铁离子，所以可以给它起一些化学反应。成功的话，或许大家以后薯条没有用的这些番茄酱，真的都可以把它拿用看这样吃啊。那我们就有时间记制多久就记制多久 ，OK？ 到我们厕所的这个除锈见证章的时刻，现在目前大概过一个小时。哦，这个有点紧张。好像有变干净诶！天哪、啊，尤其是这个角落有没有？现在是发亮的状态，再深入清洁一下可以耶。这个是刚刚最明显的，它就有这个角很多，然后，哦，在这里，天哪，真的除掉了，这原本这个角很多了，我现在用水冲一冲，刚原本角落这边应该都是铁锈，可是现在完全没有了，这个清得很干净，然后这个有一些比较深层的没有除起来，但是我觉得效果也是蛮好的，哦。所以事实证明，如果有些没吃的番茄酱是可以拿来除锈的。当然，你用白醋好像听说会更上一层楼。我们
的免治马桶已经来了。不知道有没有人会问我说我是怎么找的？我呢算是出外靠朋友的部分，因为子盖跟瑞呢，他们就是台南一个在地品牌幸福牌卫浴设备的，所以呢自己兄弟嘛，我就跟他量好我的尺寸之后，我就说哎、欸，那你帮我准备一下，你觉得这个适合的，他就帮我准备过来了。如果大家呢卫浴设备呢有想要参考的，好不好？台南在地品牌幸福牌。幸福牌，他自己是幸福牌哦，他给我准备头套的，你看他就是为了兄弟呢，他觉得适合的他就介绍，所以他没有在管说他要推荐自己家的产品，好不好？这一种的一定要给他处理起来，好不好？幸福牌，我们子盖跟瑞小帅哥乐团的，本来我是跟子盖呢，我们组个乐团，结果后来瑞加进来之后，他们两个给我变成情侣，情侣之后给我结婚了，没有关系，好啊。题外话，好，我们现在来装起来，顺时针是松。然后逆时针是紧，哦，好难转哦，啊，哦，转动了，天哪！这个螺丝长到有不可思议啊！耶，终于拔下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成功的拆下来了。就是安装的步骤，然后重点是这个 B 6是 silicone， 我好像没有，然后这个我没有，但是我有夹子。它这个有点像就是乐高的讲解，有没有？就是一动一动的来。关闭止水阀，等一下要从这个开始动作啊！等一下遇到困难的话。我再停下来，没有的话我就一直看着说明书走。OK， 我现在关闭止水阀成功，就是它这样转转转转转。我刚刚也是测试冲水，冲水之后它也没办法补水，代表说应该是弄好了。现在要把它组合看看喽。就这么简单吗？怎么感觉左边没有组到？就这样完成了吗？就这样完成了吗？拆下来看看。好像真的有啊！刚把它装上去之后，满身大汗。然后呢，接下来他说把这个喷嘴的地方胶带撕掉。哒哒哒哒哒哒，撕掉哦。接下来这里是不是有个洞？然后就接它这个水管来试试看。OK， 这样就装上去了。啊啊！奇怪，现在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哪里 ？Oh my god！ 我怎么现在头发也变颜色了 ？Oh my god！ 这是什么时空？该不会后面测试这个马桶有没有被我装好的那个画面已经不小心被我误删了吧？Oh my god！ 误删，三个人在那边哭，误删。Oh my god！ 所以没办法，来吧，还是得来测试看看。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测啦，因为我已经快要去洗澡了，反正它有重量压着，它才会有吗？哎，那个是衣服的皱褶哦，不是我的肚子哦，试试看哦。不知道有没有成功，那时候就是这样，很紧张。然后我记得是穿同一条裤子。OK， 跳出来，哦哦，好的，哦，应该是有成功的。其实呢，我现在用了大概半年了，我们的免治马桶呢相当给力。好的，下一件事情 ，Go。想了一阵子，终于买了，然后就没有买太小了，现在还不能插电，因为冰箱他们搬运的时候呢，冷媒会晃动嘛，所以他们说至少2小时以上。然后让冷媒电沉淀下来才可以。哎，小知识，酷。哦，有冰箱的塑胶味，还不错哦，赞。好消息，好消息，没错，我的冰箱开张了。这个蛮好喝的，哇，五味红茶系列的，然后还有一些保健饮，还有哎，这个气泡水，大家都说要冰冰淇淋或者长颈鹿，我这边都还没冰啊。可以可以可以，冰块来啦。吃中央咖喱感觉要配个什么喝的哦？啊，可是我
我家有冰箱吗？有啊，我刚买的冰箱啊，哇！呼呼呼！耶、yeah, ，放歌，你看，哦哦，耶耶，没有错，来到了几乎最后的环节。为什么几乎是最后环节呢？现在是7月28，我总共来这个空间呢，大概是半年了，变成了一个真男人的样子。哎呦，非常的有自己的条理啊！但是因为我知道观众呢想要看他整齐的样子，观众想的整齐的样子跟我们菜市整齐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就稍微来整理一下，最后调整完呢，做一个整体的 room tour。我的剪辑师现在在剪前面的，我就跟 J 说，哎、欸，还是我剪后面，你剪前面。然后后来他想一想说，没关系啊，你时间压给我，我就出给你。好，我现在就是要拍到让他剪不完，我们要讲一些好笑的东西，让他很能剪。好，就开始来整理。OK， 我们现在呢大致调整完毕了，我家又焕然一新了，耶、yeah! ！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床。哎、欸，我本来觉得不以为意哦，结果之前不是拍那个24小时的时候，突然间我收到一封信哦，这个没有业配哦，但是我念给大家听。他说，身为蔡哥和上班不要看的小粉丝，一收到新片通知就立刻观看了。不过有发现蔡哥家的床包似乎有无法完整包覆的状况。于是这边想赠送我们的床主给蔡哥体验，也让蔡哥以后有女友时带回家也能很体面。OK 啦，我们现在马上换起来。OK， 感谢感谢。哇，我们家采光很棒吧？因为现在是下午，那边太阳就会射进来。Nice， 好，赶快换。好的，今天是7月28的5:38。毕竟这个地方我已经住了半年多了，所以有一点习惯的。第一次要做 room tour， 也不知道从何介绍起。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的主要的生活的地方，还有一个外推的厨房。房东呢是对于家具，然后还有种花种树很有概念的人。这是共用阳台，所以我很少出来。现在我的洗衣机，这也是房东付的森宝，非常赞，也不会冰崩冰，哦，所以非常的乖巧。非常喜欢，而且我晚上洗衣服，房东也不会觉得说被我吵到。好了，要到我的房间了。上面这个是房东的可爱，然后这是我们的上班不要看的招财进宝。我在这里，最近多了比较多运动鞋，因为最近有一些排球、羽球跟做间歇运动的一些活动。这里呢，是我去文昌街买了一个小家具。哦，原本这个家具啊，他都会去北欧收那边的家具，但在路边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家具，就觉得好酷哦。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做的，相当赞。好的，要进门了。耶、yeah! ！哇，这个坪数不得了啊，比之前好很多啊。一进门呢，必须要被我这缸吸引的吧。然后这是这几天菜市场大家给我的一些卡片，我们先放旁边。然后呢，我现在主要养一些蓝色的米虾，然后还有安妮之牙虾虎跟一些小鱼。本来有开到两缸啊，但是后来觉得一缸还是比较适合我这里的 style。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一些我常出门会用到的口罩啦、卫生纸啊，然后充电包，然后就是底片包，然后这是之前央胖帮我买的 IKEA 的洗衣篮，然后拖鞋进来，哎呦呦呦呦呦。这个天花板真是我最爱，我进来是真的每一次进来都会闻到木头的香味，瓷砖也是房东新贴的，所以非常干净。然后超喜欢这个椅子的，有时候坐在这边想事情也会很棒，这个我蛮推荐的，因为我的手没办法这样就可以刷到我的整个完整的背。然后这是我在那个成品看到的吧，就是孔洞比较大，所以刷起来有那种刷背的效果，蛮可爱的哦，刷背的筋。然后
再来就是一层串的嘛，之前有介绍过的戴森系列的刷卡东西，但是其实蛮好用的哦。吸地板，我真的觉得它那个开到 Boost 的模式超爽，超过瘾。Auto Boost， 哦，来吸，真的是狂虐，吸，好，非常赞。这边就是房东附的衣柜跟一些有一些混乱区域，然后还有这个外推的，算是阳台架，但不算阳台，其实因为现在是下午了，光就会洒进来，其实蛮爽。然后那就是之前上方不要看来的，我看看那个水还够不够啊？水有点变少，来我们再来补，满满的运了才会旺啊！对，忘了介绍，后来水龙头换成这个 Body Love。本来自己换的，然后汤马就在他影片里面讲到说他推坑我换这个，结果呢，那厂商又送我新的啦，而且还送我小小兵的，但我舍不得用，在这里耶、yeah! ，Body Love 哦，厂商送的，然后他中间那个芯就会让你知道说你现在的水有没有一直过滤到，它中间是过滤的那个芯呢、啊。好，然后我的床在这里，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新换的床铺。好、哦，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它拉整齐，这是凉感的，哇，这样夏天就爽爆了。还有阿宪送我的波吉，超可爱的。反正我们的床的位置其实换来换去的，基本上我是原本放在那边我也过得好好的，但放在这边，哎、欸，怎么中间变一个正方形的区域啊？啊，没有，变成一个长方形的区域，就觉得其实这样改动还蛮过瘾的。中间这一块可以在这边做团抗运动啊。这个就是我的桌子区，那桌子区就会比较多有的没的。后面这边有一个门。你会想说，哎、欸，这里是哪里？没有错，冰冰冰，好，是我晒衣服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后阳台兼储藏室，然后这边采光啊、晒衣服啊也是非常过瘾。然后加上我这台除湿机，基本上衣服在这边呢，半天就干了。回来 ，OK， 把它关起来。然后这就是我们原本放的那个衣架，还可以晒的蛮多的哦。然后后来我们把外面那个原本房东附的架子移进来，现在放的一些。晒不下去的、吊不起来的衣服，然后呢，这边是吹风机的，还有这个，哎呦，你看看，落地灯啊，好不好？一般家里面一定都会有一个落地灯，或至少有个落地。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就会有落地那个咚跳跳嘛。好的，然后呢，我们刚好收到这一块，完美配合啊！你看这个角落跟这边卡在一起，完全卡接在一起啊。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公仔区，原本公仔的架子嘛，这架子原本是放在里面的，然后有关于运动用品的篮球啦、羽球拍啦、冲浪的这个毛巾衣啊，全部都放在这里，就记得这种感觉，反正要出门要运动就是这里的。然后呢，这个纸箱，因为我想说它很大，想说至少之后要做一点事情嘛，不然直接回收掉好像蛮可惜，所以它现在目前坐在我们的躺椅上，坐得蛮爽的。然后这边是鱼的东西，我们就会养一桶水，也不算养一桶水啊，就一桶水在那边铺起。然后这就是我们哇、哦，非常喜欢。刚开始我是最喜欢这个厨房，再来就是厕所，才租下这个房间的，真的非常赞。这个空间里面最最最喜欢的就是冰箱，超帅的。我还研究了一阵子哦，这个叫做大桶的双门的，现在呢都还可以有冰块哦，做冰块的。这是在 Costco 买的那种打蛋的，超赞的。平常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烧水，我还是会用那个 Brita 过滤过的水烧一次，等它冷却之后倒在我这个装水的盒子放在里面，随时想喝就能喝。好，那它现在还在冷却当中，所以就不行。OK， 这边就没有明火了，就是电磁炉，它这要开火它才可以按，不然是不能打开的。然后上面就有一些之前我买的锅子啊、灯泡啦、啊、什么的。这个灯泡 shout out to 我们的戴咪，我们小帅哥的好朋友。我跟他说，哎、欸，我灯泡要买什么比较好？他说不用啦，我就寄给你啦。结果寄给我，我以为寄一颗，直接寄一盒啦。好啦，我 respect 你啦。然后这边就是之前种的那个树啊，哇，现在超狂的。这是观众送的含羞草，来，哎呦，害羞了。什么意思？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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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这样歪了哎。好，这边都有太阳，所以基本上都照得到。虽然说这里看起来呢拍起来非常赞，但它就是夏天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 big problem， 就是超热啊，冬天超冷，就这样。好，以上就是我的 room tour， 之后还会再陆续的进行整理。如果还想要再看我房间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就祝福大家的房间呢。
都可以越换越大，或是越整理越干净，越来越整齐。那就这样子啊，祝福大家整理房间愉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刚刚自己看了我的分享，我觉得因为我已经住太久了，所以很多现场的激动已经忘记了。住了这半年来有什么心得呢？主要是因为我空间变比较大，心情的感觉都不一样，而且你可以请朋友来家里拍片啊，或来家里玩，大家有地方住的感觉还蛮好的。还有鱼缸那种心灵放松的感觉很不一样，然后还有整个空间，虽然说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用到，但是有那个开阔的感觉，就觉得蛮赞的。还有你看这个，这边就可以直接看到101，画面上可能拍不出来那个壮阔的感觉，但是有时候回到家那种放松的感觉是还蛮难得的，整个生活的那个品质的感觉差很多，而且可以自己规划自己的空间啊，可以买适合的家具啊或什么的，创建一个家的感觉还不错。新家介绍就真的到这边了，我猜有很多细节有 lost 掉，但是呢，总之很棒，免治马桶赞，鱼缸赞，大家赞，赞赞赞，拜拜。下午说的酒瓶灯泡，赞。